大家好，这期打算用我这一颗辣椒来做一个创意的栽种方法，也就是用这个油桶倒过来栽种，看看这个效果怎么样。因为以前也没有试过用倒过来栽种，我用的这个底肥呢，就是这种发酵好的干羊粪，放上一两撞，然后把这个表面的土堆成一个小馒头状。因为这个油桶它是圆锥形的，所以要把它堆成一个馒头状，然后用一个塑料的网袋将它套起来。接下来先把这颗辣椒苗用报纸将它套起来，接下来呢把这个油桶套进来就可以了，将它倒起来。现在已经把它倒起来了，把这个根给它处理一下，让它往下生长，然后再给它补一点泥。现在已经将它倒挂种好了，主要是给它浇一点定根水，因为倒过来之后它的这个根系动了很多，所以给它使用一点这种快速生根粉来给它这个根系强壮起来。打开这个报纸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效果，现在已经全部处理完成，等到这个辣椒慢慢的往上升，长一些辣椒出来，下次等它长得更加完美了，继续拿出来跟大家分享，我们下期再见。